好，羊乳片，来开箱吧。好，这个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是什么羊乳片哦。这个因为我也没看过，这是阿昼给你们的优质羊乳片，清境农场啊，这个来自清境农场羊乳片哦。好，这里有写清境农场。姐姐，你会打开吗？弟弟，爸爸用，因为这个是铁的，爸爸怕你会不小心受伤，是铁的，爸爸用哦。好，爸爸不会受伤哦。不是，爸爸也会受伤，但是，姐姐，姐姐不要用手，不要用手，好，压好。我可以帮你扶吗？可以，扶着没关系。我也可以帮你扶。好，可以的。好，因为这个里面有铁壳。羊乳片啊，对，然后如果说你们不吃呢，要用盖子把它盖起来，这样它才不会很快要软掉。好，等一下，啊，怎么打开？我用手啊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小小穴，就是它有帮你做一个小开口，你就从那边撕开就好了。对，打不开。来，我跟你来，你们两个帮我把爪一边，你们两个一边，爸爸一边，抓好哦。我爸爸就等于我们两个一个人。对，哎呀，那爸爸抓这边，你们抓另外大边那边。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再来。打不开。好了，那爸爸自己用。好，打开了。那个姐姐。这个姐姐，这个可以放里面，因为这个叫干燥剂哦，它可以让水气呀、啊，哎、欸。弟弟，小心，小心。没事，来，我放里面。好啊，那你倒进去。里面有很多图案哦。哇！可以看一下。掉地上可以吃。好啊。那给拔好，掉地上给拔吃好了。好吧。虽然说地上是干净，但是你们还是吃里面的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哎呦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好吃，好不好吃哦？这个也是掉地上了。嗯。掉地上了。好，都掉地上了，太多了，都是我在吃的，你们吃一下吧。没有了。姐姐，然后这个呢，可以放进去。这个干燥器什么？它可以把水气给它吸走的，但是那个不能吃哦。就是如果说你有放这个东西的话，假设说你不小心有水气跑进去，它就把它吸走，里面的糖果就不会那么快软掉。你们开始吃吧，很好吃哦。好吃啊！这什么图案？这个是个茄子的图案吧？我不知道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是个男生的。等一下。好吃，很像喝牛奶。你把它含在嘴巴里面，很像在喝牛奶。我要把它融化。你们可以去塞三四颗哦。很像在喝一杯牛奶一样，还不错，不错吃。我还想吃。一人吃两颗哦。你们喜欢的话，吃完也没关系啊。一人吃十颗。十颗太多。这个图案。好，慢慢吃。